这些贱民体质平平，你才是本帮想要的躯壳。烈火焚身，这炼丹炉里投了多少条人命？你这个混账！女公子，天鹅，他邪气太强了，你跟梦离先走，让他一起走。世界愚民可笑至极，居然还相信什么朋友之言。给我死！云公子，天鹅，一介凡人，怎会有至阴至阳的灵丹之体？这断无可能。